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我们因此也会失去很多的东西，比如一些传统的美食，我觉得蛮可惜。就像做一个包子，我不追求效率，足够分量的用料，足够长的时间，足够地道的吃法，凸显它传统的美味，这才是我对美食的坚持。